优选新人，我们的西南联大主演周衍，我们的西南联大主演叶祖新，腾讯新文创优选新人，我们的西南联大主演胡连新。第四位，好，请看。好的，谢谢，欢迎四位。其实我们的西南联大这部作品去年其实已经亮相在了腾讯影业，当时贺帝也来了啊。但这部作品从拍摄到经历到前期的体验，你觉得对于演员，对于青年演员，对于当下的年轻人有什么样的启发呢？首先我个人非常荣幸能够参演到联大这样的一个剧当中，然后我觉得其实可以给当代的就是年轻朋友也知道，就是传承当时那个年代的那种刚毅坚卓的精神。对，好，那周衍呢，其实最近的关注度更是大家一直在见证着你的成长哈。那其实这部作品对你来说也是一种成长和历练，因为毕竟那个时候的我们没有经历过，但是拍完之后给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？觉得我们要珍惜现在。气象报告天气很不错，太阳晒得我脸颊红红，我也很想。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